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解线速。解线速的话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转把，这个转把扭到最大，转把转到最大，然后再握住刹车啊，演示一下，转把转到最大，手握住刹车。这个时候呢，通电，等待十秒钟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试一下。这个时候实际是解速成功的，速度很高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现在我要进入国标状态的一个限速状态的时候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先把电源关掉。现在关掉电源之后，同样我们转动转把。动转把，手握着刹车，开电，等待十秒钟。我们再试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的影响。这个速度比之前要慢了很多，现在是国标状态。